哇，芽庄的水真的是漂亮啦！漂亮啊，好漂亮，看，真不错，真的不错。哇，各位兄弟，早上好啊！现在是早上的9:30，吃过早餐，然后出去逛一下。本来不想这么早起床，被人吵醒了。今天晚上6:30的飞机飞芽庄啊，每次来国内这边都是匆匆忙忙的。哎，我下次我要早一点回来，在国内待久一点。国内这块地方，我经过昨天晚上去逛了一下，感觉还不错，好热闹，好多人在这里玩呢。我不知道这家酒店的早餐在哪里吃。Hello，恩公，恩公，啊，对，啊，OK，Thank you，啊，在这里，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吃。啊，应该也没有什么东西吃。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哦，这是什么？哇，还可以的。还行呢。啊，东西还挺多。啊，这边还有很多蔬菜。搞一点饭吃。哎，OK，可以啊。搞快烤猪肉，啊，不错。应该有，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那没想到早，没想到早餐还挺好的，哇，还要饺子，算了，吃不了那么多。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哦，百香果，很久，我已经差不多3个月没有这么早起床了。吃个鸡蛋庆祝一下。味道还不错，这家酒店还可以，还行，很早起来吃早餐，我都差不多几个月没有这么早起床，还剩一点点，算了，吃的口很干，但是味道还不错，哎，出去逛逛。啊，还要河粉吃啊！哦，啊，还可以给你煎鸡蛋，很丰富啊这里。哎，这家酒店还真不错，就是房间有点小，房间很小，但是很干净，价格也不贵吧？因为是礼拜五，我拿的才200多，差不多300。平常的话应该200人民币就行了，如果。应该礼拜一到礼拜四，200人民币应该就可以了。
还真不错，就这家店，三星的，那个是地址，三星级酒店。出了门口这里哇，出了门口这里就是有一家金铺了，出来逛逛啊。一出来就能看到人间烟火了，乌烟瘴气的。位置不好啊，这家酒店的位置就有点距离黄江湖那边有点远，差不多1公里多吧。不过坐摩托车的话也就20000越南盾。坐摩托车出去啊也是挺方便的，不过我一般我都不喜欢住离玩的地方太远。这应该是一个菜市场来的，这里啊有点像一个菜市场。像不像菜市场？这个菜市场我总感觉来过，好像我来过这里啊。里面就是卖猪肉卖鱼的。现在我来的不是时候啊，如果早2个小时啊应该很多人。现在是早上的时间10点了。去其他地方逛一下吧，菜市场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逛。其实河内对我来说完全也算是陌生的，虽然我来河内可能来这里有十几次了，但是每次都是2-3天，最多就2-3天就跑了，也没有长时间在这里待，对这边也是不熟。哎呀，有里面有个越南妹，长得不错，这卖来这里买电饭锅，很漂亮。应该是陪家人来买的哈。啊，这卖鱼的，啊，这虾不错了。哇，这鱼好大啊！这鱼好大，这碗鱼吧，这么大。这种应该就是越南真正的生活区了。哦，这里卖很多电机的，这都卖电机。现在来旅游是最好了，你看，啊，一点都不热，我在外面走都不会出汗。如果在胡志明早就出汗水了，可能早就全身湿透了。但是一点汗水都没有啊，我走在路上一点汗都没有，没有流汗。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不开导航的不行啊，要开导航才行。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先往这边走一下吧。这应该是从这边过去的，黄江湖那边。哇，人多车多，首都果然是不一样啊。坐对面这里喝杯咖啡，越南读书妹们，今天是礼拜六啊。很多大都是大姐。
大锅在喝茶。没有，可能时间还早吧，没有看到年轻的。应该要到下午三四点了才能看到年轻人。现在是早上了，没有年轻人也不奇怪。很多越南人都是玩到，很多越南年轻的人呢，玩到四五点才睡觉。不觉不觉已经逛到了教堂附近，我也是乱逛的。这附近也没有什么，没什么人了。啊，现在十点半了，出了一点小太阳，刚出的小太阳。河内这边的天气还是真的挺好啊。今天礼拜六啊，人挺多的，礼拜六。哇，天啊天啊。谁的不行，亚洲人想了别想啊。找个地方喝杯咖啡吧。啊，今天天气真好，没事，不冷也不热。我竟然逛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了，没有出汗呢，我没有出汗呢。要是在胡志明的话，早就全身湿透了。越南的白天呢，果然也是没什么地方好去，来来回回也是跑来这里。其实还是可以去西湖那边的。但是算了，时间不多，我也不去什么地方了，上去喝杯咖啡，然后就回酒店收拾好东西，准备去机场。今天晚上五点钟六点半的飞机啊，飞芽庄。兄弟们退房了，准备去芽庄，现在准备出发去机场啊，去芽庄。现在已经是下午的三点了，现在坐车去，坐摩托车去公交站。在黄建湖那里可以坐公交车的，但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黄建湖那里是封路的，所以去机场那趟公交车就没有没有经过那里。所以我去龙边市场对面那个公交站那里等车。我想有很多人应该礼拜六礼拜天啊礼拜五啊不知道去哪里坐公交车去内排车站，所以等一下发地址吧，摩托车来了。没办法，公交车它不进去黄建湖那个站牌。像礼拜一到礼拜四啊，其实可以去黄建湖那里坐巴士游的，主要也是因为内排机场啊离河内的市中心太远了，都是靠得近。那坐一台房的车去啊，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在河内这边坐网约车去到内排机场，好像应该要120块左右吧。所以一般能省就省，而且坐公交车我坐。网约车啊，时间差不了多少，最多也就差几分钟，而且也有很多位置，也不用站的。河内这边的交通就是比胡志明，感觉比胡志明还乱一点。我感觉北越这边的人开车，比南方的人，更疯狂一点。就在前面，就在前面。我定位定错了吗？哦，在对面里面。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公交站的地址啊，就是这个地址104这个啊，看到没有？直接搞这个地址，在对面这个公交车站。如果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黄建湖关南路的话，你可以来这里坐车去机场啊哈。86号公交车。啊，兄弟，我现在到了，在这里了。八十六号，看到没有？86号，下面那个，认准1.1这个站台啊，在这里等86。对面那边不是去机场啊，这边才是去机场的。
看到没有？认证黄线那个，那个一幺点幺。我记得上次好像看时间是30分钟一趟。有时候啊，你不走运啊，他刚跑啊，你就要等30分钟。有时候啊，你刚好来到这里，但是我每次坐那台公交车都是等10分钟左右就来了。我不知道这次是不是不走运，他刚走我才来到这里。如果刚走来到这里啊，那就挺麻烦的。我知道还有好几趟车也是机场的。但是我不知道，好像有另外一台那个07也是去机场的，但是我不确定啊。看到没有，这两个洋洋也来这里坐公交车去机场的，这两个洋洋也是啊，和我同道的，背包货啊，都是个背包货，他们也是，我也是。86这台车对面来了，看到没有，好多人啊，好多洋洋下车了，看到没有？这附近呢就是黄建湖附近的，这个站台就是黄建湖附近，所以在这个站台下车。终于来了，等了挺久了，86。哎呀，还是有位置的，上最里面就累死了。车票是45000啊，13块钱人民币。2美金不到，这趟车要1个小时才能到那排机场，从那个公交站，所以你们要坐公交车也要计算好时间了。到了机场啊，各位兄弟，花了50分钟。如果不赶时间的话，没事；如果赶时间的话，就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坐网约车、出租车。不赶时间就坐公交车吧。可以省个170块，省个房费吧。一般洋洋都会做这种。好。到了，到了。花了50分钟啊，45000越南盾，不到2美金啊。所以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还是可以坐这种车的，如果你赶时间就不要坐了。但是主要花时间在等车，那你到了站台马上可以坐车啊，那也很快的。主要是30分钟一班，有时候你不走运啊，他刚走你就去到那里啊，你要等半个小时左右啊，那就很拖延时间。好了，现在我们去芽庄见吧，去到芽庄再聊。我有3、4年没有去芽庄了，期待这次芽庄的旅程呢会很愉快。兄弟们出发芽庄了，现在七点钟，芽庄我来了。去到那里要9点钟。9点钟，回到酒店也10点了，今天也就这样玩了，只能明天再去玩。3、4年没有去过芽庄了，好像我上一次去是18年还是19啊，忘记了。其实芽庄也没有什么好玩的，我目的地不是芽庄，我想去大乐玩一下，在芽庄停留过2、3天吧，然后去大乐。越南这边都要坐那种摆渡车，都要摆渡车。走人啊，上车。哎，算了，我还是座位的，这里有座位不坐。感觉没有多少人了，应该这趟飞机没有坐满。又是夜捷航空啊，这次机票贵啊，差不多800人民币。我飞了很多次越南国内，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可能我是
买刚好是买到星期六的票吧，要飞两个小时啊，飞芽庄要飞两个小时。耶，捷航空应该要会迟到啊，我看一下时间就知道了，就迟到了，要延迟啊。这个航空公司老是延迟，我就醉了，天天都延迟。每次我坐啊，每次坐这台飞机都要延迟一两个小时，飞到芽庄要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啊。我也不明白，飞胡志明才两个小时，飞芽庄要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堵住了，堵住了，怎么堵得这么厉害哦，大哥？哎，要坐满了，应该是坐满人了。今天这班飞机是礼拜六的，应该很多人去玩。我要坐飞机屁股了，34。34肯定是飞机屁股了。在这边，我靠，还是中间呢，气死了！终于起飞了，迟到十分钟，也没有迟多久，我还好。应该9点钟到芽庄了吧？9点钟。1000多公里啊！现在系放这个安全带。在芽庄玩两天了，然后去大乐。这飞机飞得真快，看到没有？现在往海这里飞。原来他这条航线是从国内啊，然后到南定，再出海边这里，然后一直飞。应该是靠近海边飞的，现在飞了有20分钟，刚刚出来飞出南定，飞到南定的海边这里，好快啊！飞机真的是快，如果是在国内，你坐车，咖啡。咖啡小啊，咖啡，好快啊，咖啡啊，3万，OK， 3万，OK， 有一点烂，他还不要啊，你感觉他们这里的空姐漂亮吗？我感觉长得很一般。夜间航空空姐，No， 谢谢。也没有贵多少哈，3万就10块钱一杯咖啡，贵也没有贵多少。OK。哇，你会中文啊？你是中国人是吗？啊，对啊。OK。等一下，如果那个妹仔，拿钱来，我看一下能不能加他脸书。哦，没有网啊，靠！没有网，我忘记了，有电话号码就行了。我看看能不能加他的鸭楼。哎，我有鸭楼了，我注册好鸭楼了。等一下，如果是那个空姐过来，一定要问他哪个，我还没有认识过空姐。看一下，兄弟们看一下，我来到这里了，现在啊，好快啊，真的，一杯咖啡的时间。刚才我还在这里，就2-3分钟就飞了这么多，2-3分钟就飞了100公里了，很快，起码有100公里。哦，谢谢。哎呀，他两个人来，很可惜啊，两个人来。
点挑战了，有点挑战。哈哈，原来飞机是这样飞的，看到没有？国内，然后从海防这边飞出海，它是靠海边飞的。我回来芽庄，这是芽庄。现在我看一下有多远啊，飞了30，哦，也有30分钟。1、2、3，还有1个小时就到了。按照这个速度，1个小时。看到下面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吗？全是灯光船啊，全部都是渔船啊，厉害啊！全部它飞的并不高哦。好哦，越南人很多渔船在这里打鱼，全是灯光船啊。这种船我也早跑过，我也跑过这种船，很辛苦啊。我干了半年，那是2002年的时候，我记得。2002年刀郎那首歌刚刚出来，那时候我去跑船。兄弟们，差不多到了，现在是8:36，飞了1个半小时啊，真的差不多2个小时，有点奇怪，差一点点了。现在看一下，现在我们还在广义的上空。广义上空，要到归仁，再到芽庄。看距离应该10分钟左右到了，15分钟左右吧，很快的。有没有搞错啊？外面雾这么大。完全看不到，到了芽庄，哎呀，终于到了，看一下人多，OK， 好跳 ，OK， 啊，这要10万呢，啊，这个好跳，好，好跳 ，OK， 然后这里坐车15万呢。可能坐那个大巴士会便宜一点，但是这个送到酒店就算了。应该坐那个大巴，那个小巴车应该也是。Now go. Now. 5 minutes. OK. Hello. 这里回到市区，芽庄市区那里也很远了，好像还有20公里，20-30公里。哇靠！这洋洋这包这么大，天哪，厉害哦！他怎么背啊？这洋洋真的力大。坐这台车啊，但是价格有点贵，45块，送到你的酒店。哇，海景。坐。啊，哦，这叫投影的。哦 ，OK， thank you。好的，哎 ，yes。哦，还有投影，看得很模糊，这方不错 ，OK， thank you。哦，空调在这里，好的。房东 ，OK， 房东这么年轻，好多。哦，好 ，Yes， 啊 ，OK。Yeah, it's good. 啊 ，Thank you。拜拜。房东这么年轻，看一下，芽庄的房，漂亮啊。好漂亮，看，真不错。
真的不错，山东还这么年轻。芽庄的海水真的是漂亮啊，我看。买点水果回来冰住，放凉水。这叫电磁炉。哦，这个是烧烤的。这可以烧烤，还有微波炉。这有厨具可以煮饭，还有电饭锅，看到没有？可以买点东西回来加工自己煮也行，不错啊。带个妞来这里住一个月可以，而且很便宜啊，这边的房租非常便宜。看到那个岛，那有空要去逛一下。可以从这里进来，还有一个岛，人工好像是人工岛一样，应该是人工岛，漂亮吗？但是外面很热啊，芽庄的天气超热，现在应该是33度左右，33度，好漂亮啊，来。海水很蓝。